今日请坐。啊，各位，咱再来继续啦哈，过差不多五十分，啊，咱就会当食饭啊哈。大家较辛苦一下呢哈。啊，拄啊讲啊坐古来汉巴士，有影真辛苦啦哈。啊，了后就去学校哈，教学校安尼哈。啊，了就读册。我去到美国第二年哈。啊，都有收到伫日本东京寄出来的台湾青年啦、啊，即就是日本留学生吼，啊，无台湾留学生伫日本所办的一个刊物吼，啊，鼓吹台湾来独立吼、哦，啊，接到迄个刊物哦，啊，我来甲读呢，较了解讲，哎呀，台湾的政治就是安尼吼，啊，台湾人受到。伫台湾，中国人的压迫，吼、哦，压迫害，较了解遮个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了我就开始读迄个 George Kerr 吼，《Formosa Betrayed》，被出卖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较了解讲，台湾二二八事件安那发生，啊，杀偌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遮个代志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伫美国迄款较自由的即个气氛之下、风气之下吼，啊，较了解台湾的即个现状，了解台湾的政治吼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伫第二年吼，1963啊，就加入伫美国的即个台湾独立运动吼、啊。啊，一方面读册，啊，毕业了食头路。啊嘛，一方面啊，做即个独立运动的代志哈。啊，一直到即个1970年，吼、哦啊，咱知影1970年蒋经国伊还阁无做总统哦。1970年，伊是行政院的即个副院长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蒋介石呢，要栽培因囝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将蒋经国给送去美国。啊！伊阵即个消息报出来吼，哇！伫海外即个台湾留学生呢，大家真欢喜。哇！即蒋介石要出国，无蒋经国要出国哦，啊，真好个机会啊！吼、哦，个台湾死，吼、哦，个台湾死，安尼即机会上好吼、哦。因为伫台湾岛内，你讲要暗杀蒋家个人，哇，即无遐简单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出来个。台湾以外的国家，哇，啊，就简单啊吼，啊，就真侪人拢安尼想啦吼。伫海外台湾人真侪吼，日本、美国、巴西、澳洲，哦，各地拢有台湾人吼，啊，大家拢安尼想啦吼。啊，结果实际上呢，啊，去行动的呢，就是我甲迄、那个我即个舅啊吼，黄文雄先生啦吼。伊迄当时呢，王文良先生呢，伊是读即个康奈大学吼，含即个李登辉同学校吼，诶，即个博士班吼。啊，我是即个伫 Pittsburgh 遐已经毕业啊吼，我是摕着即个都市设计诶硕士吼，啊，伫纽约市食头路。啊，因为康奈甲纽约市吼近近啊吼。啊，所以伊就放假时拢会来我遐吼，啊，我就甲讲吼，想讲要来一个计划吼，啊，刺杀蒋经国安尼吼，伊阁无反对呢，伊阁甲赞成吼，伊讲伊也要参加安尼吼，哇，安尼真好啊，啊，所以阮就去计划吼，计划遮个代志，啊，你欲？暗山吼，你来武器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当时呢，台湾独立人民伫美国呢，伊有一个啊岛内的小组吼、哦，啊有买一挂武器，所谓的武器来手枪啦、枪支啦这物件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伫1970年呢，我是啊世界啊大独立人民的秘书长吼。哦我就叫下骹人讲，你这个武器吼、哦，摕来给我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伊就
将这武器两支短枪吼，啊，枪支摕来互我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手枪摕着了，要练习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就去练习吼。啊，了呢，伫即个1970年啊，4月23吼，拄啊要暗杀的前一天吼，啊，我就开会啦吼。啊，开会上讲，欸啊，但要怎开枪吼？啊，什么人要开枪？哇，啊，这都大家心情真沉重嘞。人讲要刺杀一个人吼，我讲足简单嘞吼，啊，都甲变变落就无代志啊嘞吼。你拄着讲，真正要互你扣扳机吼，无遐简单啦，吼，因为你扳机扣了吼，有人会死，有人会流血哦，吼。大家心情沉重啊！安尼要安怎呢？啊，你计划到遐吼，啊，我甲讲啊，无安尼啦吼，由我来开枪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黄文良先生伊讲，袂使袂使。啊，你有某有囝咧吼，即牺牲伤济吼，伊讲伊要开啦吼。伊迄当时研究生吼，啊，也袂娶某，啊，但是有一个女朋友吼。伊讲伊要开，我讲安尼好啊，你若要开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4月24吼，伫即纽约市一间大饭店叫做 Hotel Plaza 吼，啊，伫遐将近到伫12点吼，伊有一个 lunch， 就是讲一个午宴啦吼，中昼时请一寡美国生理人食饭吼。啊，先做做演讲安尼吼，啊，都伫迄个时阵呢，啊，阮就准备吼、哦、去到迄个旅馆吼、哦，啊，旅馆门口呢，啊，大都人民拢伫遐咧个示威吼、哦、抗议安尼吼，啊，黄文良先生呢，伊就提枪吼、哦，啊，进入去即个饭店内底吼，哇，饭店内底大厅呢，啊，拢是迄、那个。政治人员就对啦吼，迄、那个纽约州的便衣警察，穿制服的警察，纽约市便衣的穿制服的吼，啊，佮即个将军个本身扎起的十几个保镖吼，嚯、哦，大厅拢是政治人员啦。啊，黄文龙先生嘛，钱伫内底咧吼，因为拢无共单位来的吼，啊，毋知影互相也无认识啊。伊嘛讲伊是政治人员啦吼，啊，所以伫12点的时阵，我将军哥就坐伊个乌头车来啊吼，啊，到门口门拍开，伊就慢慢行入去大厅吼，啊，入去到大厅的时阵吼，即、這个黄文良先生就开始开枪啊，吼，啊，拄到徛伫黄文良先生边啊咧，好多一个警察咧，穿制服个。啊，因为这政治人员拢受过训练啦吼，啊，你有人举手起来吼，都、就是开枪啊。这个警察呢，将伊的手给弄一下吼，拍碎这粒枪，枪支呢，离将军哥差不多差20公分啦，离个头壳吼，拍无着吼。啊，第一门枪拍开了，哇，内底开始大乱啦吼，所有政治人员都好啊，四过撞啊吼。啊，将军从各种啊打入去迄、那个，有一个旋转门，从啊打入去内底吼。啊，黄文良先生呢，说好只警察手甲杀咧吼，甲刺落去涂骹吼。啊，刺落去涂骹了呢，哦，两三警察就拢冲歪个，拢个卡伫迄个涂骹哩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黄文良先生人细汉吼，啊，细粒子安尼吼，用刺落去涂骹，好个，起我真歹吼，伊怎啊？但这个两，这个警察的两支脚的中呢，都啊弄出来吼，都啊徛起来吼。伊讲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啊呢，伊讲，好我徛起来像男子汉啊呢吼。意思是讲，卖个刺落涂骹呢吼。伊喊一声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迄一天的《纽约时报》的这个头版新闻啊，就是伊讲的，伊喊的这句话吼。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， 哈、哦，哎，这句话啊呢，啊了啊呢，我看伊用刺在涂骹呢，我伫门口呢，我就冲我去啊，哈、哦，
啊，结果也未冲到伊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我叫警察呢，警棍猫一下吼，甲猫着我目镜啦，吼、哦，他搞了我血塞塞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奖金我拍无着吼，啊，市长即个代志呢，唯一老岁啊是我，结果送去病院吼，甲天头啊六七针吼、哦，啊了啊。啊了呢，阮两个互美国即个检察官啊收押，吼、哦，啊了着甲阮起诉，以杀人未遂来起诉啦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起诉了着无遂开庭啦吼、哦，过一年了才开庭吼、哦。啊，开庭的时阵呢，吴文良是即个现场警察杀掉的吼。哦所以伊讲，即个伊有参加吼，又、哦、开枪，又刺要刺杀即个蒋经国，啊，所以承认伊有罪安尼吼。啊，检察官问我，我无罪吼。我甲讲我无罪咧吼，啊，无罪就是爱开庭啊，爱去调查啊，爱去找证据啊吼、哦。啊，其实伊甲掠着时，我身躯啊拢无啥物物件吼。哦连我的这个钱袋啊，拢伫咧啊，吼、哦！伊无法度证明我有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拍的这支枪吼，是有登记的枪啦。迄阵我也毋知伊枪械啦，我也无甲讲吼，我这支是有登记的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伫美国吼、哦，买枪足简单吼、哦，你若有驾驶执照，啊，你去买枪，啊，伊甲你登记一下吼、哦，啊，枪就卖你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即个大都人民也称呼我即个姓陈的吼，伊去买枪，啊，枪也来给我。伊当时住伫路易斯安那吼，伫美国的南部，啊，从南部来到北部吼，啊，经过真侪州，美国的州吼，啊，美国的联邦法呢，有一条就讲，你若摕武器越过州界吼。啊，都、就是违反联邦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检察官话，根据即个有登记即个枪的住址呢，去找着伊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就甲讲，你要出来作证，吼、哦，若无要甲你起诉，哇，伊就惊啊皮皮出来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开庭的时阵，伊就来作证，哇，伊五一十总讲了对啦，吼、哦！当时摕枪互我，摕几支枪，几粒枪支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甲伊讲，这是要创啥吼？伊总讲就对啦。啊，结果就法院判讲吼，啊，我原来有罪就对啦吼。结果阮两个拢有罪呢吼。啊，所以法官就讲，啊，恁两个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啊出庭要宣判呢吼。讲好啊，无时无日啊出庭吼。啊，结果迄一天呢，阮两个拢硫酸了吼。我著走单水电去吼，啊，伊走单加拿大吼，加拿大去吼，啊，结果这法官迄一天呢，看无阮两个，哇，根据因的法律呢，袂使宣判，所以无宣判呢吼，啊，我走单水电去，啊，我迄当时我无中华民国护照嘛，毋知等伫倒位吼，啊，嘛无美国护照呢吼。啊，所以我甲朋友借一本护照吼，是中华民国护照吼，都飞去瑞典啦吼。啊，我知影瑞典人甲台湾人差不多，咱若看外国人吼，大家拢相共咧吼，外国面鼻啊嘟嘟咧吼。啊，迄个外国人若看咱东方咧，嘛大家拢说做共款咧吼。啊，所以就提一本就飞去甲瑞典啦，好啊，真顺利就入境啊吼。啊，入境了后呢？啊，我著提出申请迄个政治庇护啦吼，啊，结果真顺利吼，差不多3个月了吼，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，我想啊，政治庇护摕到应该是来就无啊咧，安全啊咧吼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吼，啊，所以最后呢。美国呢，佫将我呢，从瑞典引渡等于即个美国啦吼，
当然，这引渡的过程吼，啊，佫真侪故事啦吼。啊，等于美国了呢，这个法官呢，啊，甲判五年吼，以杀人未遂判五年，哇，啊、判五年的执行啊吼。但是美国的制度就是讲吼，你若关刑期的三分之一，啊，你就会当加释啦吼。啊，所以五年的三分之一吼，拄啊一年十个月。哦、所以我伫美国去关一年十个月吼、哦，啊了着加休，啊加休了呢，我着转去瑞典吼。迄、哦、阵瑞典政府呢，啊有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啦吼，讲、哦、我若是伫美国呢关了吼、哦，啊你袂使甲送转去台湾，伊若送转台湾，哇九条命嘛无够咧吼，一定死个咧吼。哦啊，第二就是讲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吼，啊，随时吼会当转去瑞典安尼。所以我进入去瑞典的时阵啊，无证件吼，就入去到瑞典安尼吼。所以这是大概这个过程啦吼。啊，佮最近呢，伫海外黑名单遮久吼，嘛无法度转来啊。啊，我是1991吼。1991拄啊吼，到20年前啊，真紧吼。91我正月转来，啊，结果呢，我摕的是瑞典护照，啊，签证是国民党发的签证吼、啊，来到桃园机场去冻掉嘞，讲我是黑名单，无要我入来吼。哇，伫桃园机场甲冻四五点钟吼，啊，了呢，派差不多四五个少年嘞吼。穿皮衫吼，我就甲卷起来吼，直直走走走去一台飞机的内底吼，佮甲送转去东京，我等东京起飞的吼，佮甲送转去东京就对了。哦，迄阵我是非常受气的吼，我讲台湾是我的故乡，我出世的所在，啊，我有权利转来台湾啦，吼，啊，你无要发护照给我，当然。签证给我，当然我用家己的方法转来啊。啊，我转来这个签证是你发的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这个瑞典护照是真的啊，啊那袂当入啊。伊讲歹势啦，伊这个行政司法吼、哦，行政司法安尼吼，签证用唔对安尼，我用唔对领导的地址啊，个无爱给我入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我想我安尼好，啊无我用我家己的办法转来安尼吼，所以我伫共迄年吼，1991年的六月，我就从台北松山机场啊，就入来安尼，啊拢好势个咧，无代志咧吼，啊结果迄本护照，唔是我的护照啦，我都无护照咧吼，是一个同乡，一个台南的同乡吼，啊借我一本护照安尼吼。啊，要找护照，爱有技术吼、哦。你爱找到这个人，和你差不多，身高啦吼，年龄啦吼，啊，生得小我小同的吼、哦。啊，伊阁肯借你一本护照，你较有法度啊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提一本护照转来安尼，转来台北。啊，转来隔天我就讲，我回来了吼、哦，我雇用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转来安尼吼。啊，你若要来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吼、哦？我是讲转来家己故乡，咱的管理啊，这无做啊。结果伊阁甲你起诉呢？用什么起诉呢？伊用国安法，讲你违法入境啦。讲我哪有啥物违法入境？我转来家己的故乡啊，吼、哦，这阮兜啊，我袂记锁匙啊，我搬厂啊入去阮兜，这哪有代志？这无代志啊。结果呢，伊甲判呢，判一年徒刑呢。啊，过去即个海外黑名单转来吼，拢判五个月、六个月，一颗罚金，啊，就无代志啊吼。啊，独独我甲判一年啦吼。伊主要是要甲算即个弃证的即个代志的鸟鼠仔冤啦吼。啊，弃证即个代志已经超过30年啊。无迄个追诉的问题啊吼，伊无法度甲办吼，啊所以用这个甲判一年。我想讲，判一年可能是判一个假吧，
啊，结果真正搁爱来关呢，吼、哦。所以伫台湾判一年，我伫台湾关吼、哦、三个监狱啦。开始抓起时，甲关伫土城，吼、哦，迄监狱内底。啊，搁我是判一年吼、哦，含一个杀人的吼、哦、关做伙的吼。哦哇！啊，我来个抗议嘞吼！我讲啊，你狱政是安那办的安尼吼？重刑犯甲轻刑犯男男做伙，啊，恁袂使呐！伊我来讲，你爱一个人吼，啊，一间房好啊呢？伊讲无啦，阮也无房间吼。啊，你家一个人住吼，啊，你若自杀，伊就真麻烦嘞吼。伊讲靠呀，我变拢个台湾自杀哪有对吼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好，我就甲要求讲，我一个人要一间安尼。啊，结果无偌久呢，落来甲我讲吼，讲有啦有啦，高雄燕巢吼，你当你若要去遐吼，会使互你一个人一间安尼吼。啊，我迄阵咪想讲，反正关吼失去自由吼，你台北甲高雄相共啊吼，讲好好，啊，就甲我刷去高雄燕巢，好啊，一间迄个。老房偌大间个呢？伊普通关了17、18个啦，啊，敢若我一个安尼吼。但是这個房间是歹歹啊吼，地板烂烂，你若无小心打来吼，会落落迄种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像安尼好啊，一个人吼、哦，总是较自由吼、哦。啊，伫迄个所在了，我听内底人咧讲，你若刑期吼，一年内底吼，会使申请去迄、那个。外衣间啦，叫做外衣间啦，吼。啊，咱知外衣间是都是啥物呢？无围墙的监狱，吼。啊，外衣间内底呢，会使周休二日，吼。你会使拜六礼拜，甲你放出去，吼。啊，拜你来转来，吼。啊，袂歹哦。啊，佮周休二日的监狱咧，吼。啊，我来讲，安尼我也要请咧，吼。伊讲袂使啦，我你这黑名单请袂准啦。我不管啦，唱来甲讲啦吼，佫唱来佫有准的吼，啊，所以最后就甲刷去台南县山上乡吼，有一个外衣间啦，吼，啊，我就伫遐差不多比较九个月的外衣间吼，所以判一年关三个工啊，这是台湾的国民党吼，啊，结果判一年呢，我这条小呢，啊，佫无法度脱。哦、因为戒严时期判的吼、哦，这会当讨，会当有补偿。啊，这戒严了后判刑的这条线，唔知要怎讨吼，就来等民政府起来吼、哦，啊，较法度讨这条线啦吼、哦。目前阁有欠的吼、哦，啊，无法度讨安尼。以上是一挂故事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吼。咱来讲一个1920年代吼，啊，做台湾人，一个精英吼，伫迄个年代对台湾问题是安那因应吼，安那对应，吼，啊，咱知1920年到即嘛吼，2012年，哇，嘛就要100年啊呢，遮尼长的时间吼，啊，咱。台湾的这个现状吼，嘛啊，佫无改变呢。犹原咱台湾人啊，无家己的国家呢吼。啊，1920年，唔是讲1920年以前吼啊，以前拢无代志。有1920年以前吼，咱知影1895吼有这个马关条约。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吼，啊，清朝将台湾的主权割让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但遐开始呢，台湾人有抵抗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时期呢，有这个武装的对抗，吼、哦，啊，最近有一出电影吼、哦，就伫咧做原住民吼，啊，来抵抗这个日本政府。啊，杀这个日本兵的这个故事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到1920年开始呢，台湾人这精英呢开始改变，伊无要武装对抗吼、
伊开始从事社会运动，啊，来改变台湾的这个处境，哈、哦。啊，1920年，啊，有一个新民会，哈、哦，伫日本东京成立。啊，这就是那像诶，这个台湾人，哈、哦，伫各地这个东洋会相共，哈、哦，即日本留学生东京成立，哈、哦。啊，1921年。吼、哦，咱拢捌听诶啦吼，即、這个台湾文化协会吼、哦、啊成立，啊领导者呢蒋渭水啦吼、哦，啊甲林献堂先生吼等等吼，啊新文化协会啊开会第一届、第二届吼，拢伫迄个台中雾峰吼、哦、林献堂先生引导吼。哦啊，咱知影台中雾峰即个林献堂啊，是即个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即马伊住个所在，吼、哦，非常非常大，吼、哦。各位若有时间会使去参观吼，前摆即个地动吼、哦，差不多淹了了倒来吼，即马佫恢复起来吼，会、哦、当去参观吼、哦。啊，1922年吼。哦这个林献堂先生啊，推动这个台湾议会举行动明会了哈、哦。啊，这是日本的这个写法哈、哦。议会举行就是要求日本呢，允准台湾人参与选举哈，啊，参与日本的这个政治哈、哦，追求台湾人的这个权益了哈、哦。啊，1926。哦，咱知影伫屏东这个所在啊，台湾农民组合呢啊形成啊，领导者呢，干杰甲赵刚哈，啊干杰呢，伊是一个小学的教员哈，啊伊就辞掉这个小学的教员，啊专门来领导这个农民哈，啊对抗日本麾下哈，啊迄当时就是。农民拢种甘蔗，吼、哦，啊，种甘蔗要创啥呢？互麾下，啊，麾下去蔗糖，啊，蔗糖较卖做外销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阵就是农民呢流行一句话，就讲地公，吼、哦，啊，种甘蔗互麾下帮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互麾下帮，伊拢甲你掏斤两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农民起来争取家己的权利，吼、哦。啊！1927年，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啊，分裂哈、哦，有所谓这个左派、右派的这个问题哈、哦。啊，分裂了呢，啊，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。啊，这就是讲台湾政治史内底哈，第一个啊，台湾政党哈、哦，啊，并不是民进党是第一个哈，伊、哦、这个民众党是第一个啦哈。哦啊，1928啦，这个台湾共产党呢，伫这个上海成立，哈、哦。啊，1930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，哈、哦。啊，成立啊，领导者呢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，啊，这嘛是要求哈、哦，台湾人参与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以上这个。社会运动啊，就是讲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，吼、哦，并不是要要求啊台湾变成做一个和日本分离的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伊唔是安尼，因为迄当时啊，台湾是日本是殖民地啦，吼、哦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宪法呢，允准台湾变成做日本的领土了呢。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哈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哈，所以迄个时代是安尼，所以即个精英台湾精英，诶，即个对时代因应就是安尼，我要求参政哈，啊，互我即个管理安尼，啊，伫即个运动的过程中哈，有遮尼侪哈，诶，即个台湾人啊，或者是写一挂尔啦哈，啊，佫足侪啦哈。啊，遮有真优秀的台湾人哈、哦，啊，咱知影有这个赖和医师哈、哦，啊，杨贵
先生吼，啊，赖河医师呢，伊彰化人，啊，彰化做医生，啊，一方面呢，啊，写作一迄个小说吼，真有名吼，啊，即马真侪人尊称赖河医师呢，伊是台湾文学之父吼，写台湾即个现代文学吼，啊，伊即个做医生啊。伊真疼惜伊只患者吼，啊，迄当时个年代，可能真侪患者看医生啊，拿袂起即个医药费用真济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有一年呢，要过年啊吼，啊，赖河医师呢，将伊个小单摕起来吼，哇，这欠小个单真济嘞吼，伊就讲哇，这小单若收收个吼。伊真好过年嘞吼，啊，当到底要收啊，唔收？哦，伊上贵暝吼，啊，第二天呢，伊将这小单拢给收掉吼，决定不爱去收吼，所以伊是一个真有领导吼，一个医生啦吼，啊，所以赖河医师伊过身的时阵吼，伊出众吼，彰化人吼，差不多所有的彰化人。拢徛伫街路，该还送安尼吼。啊，即马赖河医师伊个祖囝嘛咧讲，讲因阿公个墓啊，啊清明个时阵拢毋免扫墓，拢清气溜溜。伊讲哎，是安那讲啊？伊讲吼，有一挂百姓相信咯，赖河墓个顶悬个草啊，会治病啦吼，会治病，所以咧靠伊个草安尼吼。所以弄清明了，免去考察。啊，这个杨贵啊，杨贵嘛就是小说家，吼、哦，是台南人，吼、哦，那叫新华一款，哈、哦，新华小说家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少年伊拢用日文，吼、哦，写小说，吼、哦。啊，赖河医师呢又编一个杂志，吼、哦。啊，伫这个杂志的顶端咧刊，吼、哦。啊！伊这小说真长，啊，做两摆刊吼，啊，第一摆刊出来吼，日本政府就反对啊，讲哦，啊，你安尼拢骂日本政府安尼吼，计袂使刊安尼，啊，所以赖河医师呢，就建议将这篇小说寄去日本去刊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寄去日本参加比赛吼，结果是第一名吼，伊有一个宋伯虎这小说吼。第一名，啊，杨贵本来唔是伊本名啦吼，伊本名伊迄个贵是富贵的贵啦吼，唔是即个贵啦吼，啊是赖河医师的建议讲，你要改做即马即个贵，因为水浒传内底吼有一个李贵吼，是专门咧打抱不平的吼，伊讲用即个贵靠力啦吼，啊做改即字安尼吼，一直甲伊过身。那我该用这个名呢，哈。啊，1934年，哈、哦，咱知影1930年代是台湾艺术文化，哈、哦，这个黄金时代，哈、哦。啊，迄当时呢，有一个1934这大洋展，哈、哦。啊，主要是对抗这个日本时代官办的这个地展，哈、哦。啊，艺术家若想要出名呢，一定爱参加地展吼，将因的作品寄去东京，啊，受到日本人的审查委员的审查，啊，若有入选，哇，这个有名起来吼。啊，这个台湾人呢，因为有这个台湾的主体意识啊，啊，认为讲，哎，安尼无应该啊，吼，应该是。台湾人的作品由台湾的审查委员来审查吼，安尼较对吼，无需要日本人的审查吼，啊，所以因就组织这个台湾展安尼吼，台湾协会啦吼，啊，这所列的这个名啊，故意啊记好条嘞，这是真有名的，咱咧讲的前辈吼，诶，这个画家吼，迄当时吼无简单嘞。这人的画图的这个功力啊，非常非常好哈、哦！
啊，拢留学日本的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廖介春先生，吼、哦，啊，陈定波先生，因遮图啊，即马伫国际拍卖会内底，吼、哦，毋是算几千万的，算亿的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可见迄当时，吼、哦，因的艺术的成就，吼、哦，都非常非常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！1941，咱知影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啊，日本轰炸即、这个美国的珍珠港吼，啊，美国就向日本宣战吼，啊，所以即个世界大战就发生啊吼，啊，咱知影迄当时啊，40年代台湾人呢，就是有即种风气吼，就是逐个拢去日本留学吼。那像是60年代、70年代的台湾人，拢走美国留学吼，相共吼，迄个风气。啊，但是因去日本留学了呢，有诶读了诶，啊是讲读无了诶，因阁转到中国诶华北去，吼、哦、去中国华北吼、哦。因为日本呢，伫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洲国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成立一个国吼、哦，啊需要足侪人才。啊，所以台湾人就是有这机会吼，啊，真侪台湾人，听讲头四五千个台湾人吼，走去满洲国遐吼，但是大部分拢移民啦吼，啊，但是虽然是安尼吼，因去到中国吼，都毋敢讲因是台湾人吼，啊，秘书拢讲因是白籍吼，白籍啊吼，啊，表示是台湾来的吼。啊，这是有法度啊去日本留学的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无法度去日本读册，啊变安怎？啊，就是伫台湾吼、哦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啊，日本征调你做日本兵，做军夫吼、哦，啊，送去南洋作战吼、哦，这几啊万人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去南洋倒来，哇，无几个，大部分拢死伫南洋吼、哦，啊，因为。即、这个日本战败，啊，所以伫南洋撤退时，就日本兵优先啊，日本人优先撤退等于日本啊，啊，即台湾兵呢，煞无人要管吼、哦，所以自生自灭啦吼。啊，咱会去报纸有咧刊讲，即、这个终战了吼、哦，经过要到20年吼、哦，有一个原住民的日本兵啊，伊佮出现。哦，伊还阁伫秘伫树篮内底咧作战呢，啊，战争咧结束诶，还阁秘伫个树篮内底，因为伊无消息啊，毋知讲战争已经了啊，吼、哦，经过遐侪年，伊甲往送倒来台湾吼，即、哦这个原住民吼、哦，有即个代志，啊，45年哦，啊，日本台湾拢战败吼。哦啊，即伫中国，即台湾人呢，所谓的祖国派，哇，真欢喜了，都要倒来接受台湾吼、哦，回归祖国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倒来了后、哦，经过2年了后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国民党诶呢，开始二二八大屠杀安尼吼，开始杀人吼、哦。啊，根据即个乔吉克这本册啦吼，伊、哦、是讲大概大约吼。差不多20000的台湾人吼、哦，啊被杀啦吼、哦，啊当然真侪就讲啊毋领啦吼、哦，你可能20000人以上啦吼、哦，但是这确实数字吼，无法度知影，伊当时的户政吼嘛足乱的吼、哦，啊当时就看着人了乌白单吼、哦，所以嘛无迄啥物迄个数字出来啦吼、哦，啊即个拍无死即个人要安怎呢？啊走路啊，啊无你就。你都会用台式啊，所以拢走吼，真侪人走吼。比如讲，即个蒋雪红、杨克宏，这是台湾共产党吼。啊，蒋雪红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台湾女性吼，伊台中人吼，啊，伊本身是一个养女吼。啊，咱知影迄个年代做一个养女，也是无要互你读册啊，无可能啊吼。啊，女性嘛，较无要互你读册吼，啊，伊嘛是靠家己吼，
啊来领导台湾人的共产党吼，还真无简单吼。啊，二二八事件了呢，当然国民党要抓伊啊，啊抓伊变喏，伊要走啊，啊变哪走呢？伫台湾岛内，你变哪走离开？伊真巧吼，伊想讲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啊，所以伊走咱高雄遮营去吼。啊，遮营就是当时呢，国民党的海军吼伫遮营吼，啊伊坐迄、那个啊国民党的舰艦吼。啊，就驶咱中国去，就走咱中国去哈、哦，所以真巧啦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廖文业先生，吼、哦，伊就嘛是走哈、哦，走咱香港，了个走去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廖文业先生啊，伊是分林西里的人吼、哦。啊，廖家是大家族哈、哦，这个家族真无简单哈。因、哦、这个大家族呢，拢做出差不多六个哈。哦美国博士真无简单吼、哦，啊，廖文业先生本身嘛，技艺博士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从事伫日本成立这个台湾临时政府，对抗国民党，啊，鼓吹台湾独立，哇，国民党哇，这哪会散，这爱掠，啊，人伫日本你是要哪掠？结果国民党呢，伊部署阁足济，后部足济，伊掠袂到廖文业。廖文业兄弟啊，廖文业兄嫂，廖文业孙啊，哇，总掠啦吼！啊，伊这个大家族望族啊，伫西里啊，土地真济啊吼，啊，土地总啊咧没收。讲啊，你要转来无？你若唔转来吼，啊，你这兄弟拢爱枪杀，啊，财产没收。啊、各位啊，你若聊文业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你要安那做些决定，得天人交战咧，吼、哦！我一生的理想是为着台湾独立，啊，我若唔转去，啊，我兄弟也枪杀咧，兄嫂枪杀咧，财产没收咧，所以无法度吼。伊、哦、最后嘛是转来台湾吼、哦，啊，转来台湾当然是真物质啦吼。哦国民党互伊做一个石门水库的库长，伊是美国的技术博士呢，做一个去管石门水库吼。啊，尾仔无几年吼，有阵仔呢过身吼。啊，当然伊倒来了，兄弟无甲枪杀啦吼。迄、那个死刑变无期变关几冬啊，放出来安尼吼。啊，一部分的财产有嫌疑啦吼。啊，这个苏明先生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吼、哦，已经九十几岁啊，吼、哦，一心嘛是为着台湾啊独立咧打拼，啊，到今嘛，啊，佫是咧武台独立吼、哦，啊，真无简单哦，特地真尊敬的台湾人啦吼、哦，啊，伊免啊走离开台湾，迄当时，迄、那个台湾吼、哦，出身金州伫南部，啊，金州拢文艺啊家人。上船，啊！当时的金蕉呢，拢装伫迄个竹篮啊，吼！啊，一篮一篮呢，啊，靠人工压起来嘞。吼、哦，迄阵无讲啥物起重机哦，规吨安尼吊起来，毋是嘞，吼、哦！靠人，啊，所以苏明先生啊，伊就假做伊是昆工啦，吼！啊，就沙腾起来，吼！啊，就迄个金蕉人啊，就安尼派起来，吼，派脚仔饼就上船去啊嘞，吼！啊，去到船顶呢，伊就避啦，哈、啊，避到船顶啊呢。啊，船开到日本呢，伊就跳船啦，吼、哦，跳船就走去日本啦。啊，跳船了呢，叫日本警察抓去。哇，这个非法入境日本呢，啊，这还佫遣送倒来啊，准备要佮送倒来台湾啦。啊，送倒来嘛，稳死的嘞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国民党政府发一个公文去日本。伊讲要通缉苏明先生啦吼，啊日本就讲国民党要个通缉吼，啊这就是有政治理由啊，啊所以因准这个苏明先生吼、哦、政治庇护啦吼、哦，啊所以国民党这条公文呢救到这个苏明先生吼、哦，啊1949年吼，拄啊有讲过吼，啊蒋介石。
互共产党拍败吼，流亡来台湾吼，所以伊个本质是一个流亡的政府。1945年，伊是奉即个明军的命令来占领台湾，所以国民党有两重的性格吼，第一是占领的性格，第二是流亡的性格吼。伊1949蒋介石来台湾，伊是在野，已经辞掉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啊，吼、哦，代理总统是李宗仁。1949年国民党战败，吼、哦，李宗仁就走啊，走美国啊，蒋介石伊是在野时阵走来台湾呐、啊，照讲国民党是还、是中华民国都已经灭亡啊，吼、哦。但是1950呢，来台湾第二年，蒋介石讲，我要阁倒来做总统啊，吼，伫历史的册啦，吼，就写讲，伊要复兴四世，吼，要阁来做总统啊，我要做唔做拢伊个呢，吼，就真正做总统啊，吼，做了呢，开始50年代、60年代的这个白色恐怖，吼，上这个惨烈的年代，吼。所以迄当时，若走袂离开台湾呢，都噤声，都唔敢插政治啊，吼。1952年呢，旧金山合约吼，生效啊，吼。咱知影，1950、60年代呢，台湾人大家拢要走离开台湾，伫世界各地，日本、美国吼。成立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1956年吼、哦，美国上早的独立运动，伫费城成立吼、哦，1957呢，有一个省议会五虎将，这咱拢知影啦吼、哦，1964呢，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吼，这是潘明敏先生，甲伊两个学生吼，贾聪明甲魏定条吼。魏定条已经过身了啦吼，所写吼，伫迄个60年代吼，写讲反攻大陆无望啊，哇，迄抬头做诶，迄当时是反攻大陆去诶年代啊，你讲反攻无望，哇，这抬头做爱伫遐关啊，所以平民先生就伫遐关啊吼，即个1970吼。拄拄啊讲过吼，即、這个世界大陆人民成立，潘明敏先生呢，因为1964的自救宣言来关吼，甲软禁。潘明敏先生互国民党软禁呢，伊感觉伊的生命吼受到威胁吼，随时可能会互台死啊，所以嘛想讲要逃离开台湾。伊是受软禁吼，受24小时的监视。你要哪倒离开台湾？这还有步啊，无你要哪离开？吼、哦，伊就上一步，上安那步呢？伊就逐日拢伫伊的客厅的窗啊前吼，都啊徛，互监视的人，或者了别啊看。我讲伊就人啊无走啊个伫遐，伊开始流喙须，流长头毛。吼、哦，然后有一天拢好笑啊，吼，拢徛伫窗啊门前往看。我、有一天暗时呢，一个美国传教士叫做 Thornberry 吼、哦，伊嘛伊也好笑的啦，吼、哦，伊就来个拜访吼、哦，来看这个潘明敏先生。了后呢，伊就离开潘教授的厝呢，结果离开的是潘教授本人吼。这个双教授的好笑的。一留伫潘教授因家吼，隔天的天光吼，这个福州的这个双教授就徛到窗仔门口吼，互这监视会看我，潘明敏先生搁伫遐咧，无走咧。结果呢，迄暗呢，潘明敏先生就坐船呢，去到香港，从香港坐飞机飞去瑞典安尼吼，安尼伊的逃亡计划成功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七矿的气象事件吼，1971年，这个
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吼，互驱出联合国。啊，即点大家爱用互清楚吼，因为国民党拢甲咱骗讲是中华民国互联合国驱出联合国，毋是。即、这个联合国国语文哦写啊非常清楚，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驱出联合国。啊，中华民国的这个联合国的会籍啊，啊，搁留伫联合国，只不过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，有改名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侪台湾人唔知影，哇，咱来搁恢复，吼、哦，等于联合国，吼、哦，什么欢联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运动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于联合国，啊，其实你袂当啊。因为你中华民国国籍都已经伫联合国下，你免哪阁转去，袂当转去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这点大家要清楚哈、哦。啊，1975啊，蒋介石死亡啊，77吼、哦，中路教育就林冠双言哈、哦，啊78蒋经国开始啊，独裁统治台湾啊，79年呢啊，咱拢知影哈、哦，啊，美丽岛事件。79年发生真侪代志吼，啊，美国甲这个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安尼吼，啊，1979年呢，美国伫国内通过《台湾管理法》，这是美国国会吼、啊、通过的吼、啊，这个《台湾管理法》，啊，伊那通过《台湾管理法》，因为台湾那是一个国家。你无可能啊，家己个一国个国会通过一个法律，要来含台湾发生关系，你袂当，你爱有条约吼、哦，国对国爱条约。啊，即摆就证明讲啊，台湾毋是国家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称即个台湾呢有一个统治当局，伫1979年啊。正月初一以前的中华民国呢，即马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还是台湾地理当局？吼、哦、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就无去啊！吼、哦，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名称、这个机关啊！呢，吼，啊，1986年啊，民进党成立吼、哦，啊，1987年。啊，戒严，吼、哦，啊了后呢，戒严了呢，真侪人都逃离双固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双固有无危险嘛嘞，吼、哦，大家都逃离双固啊。啊，1990海外遮乌名种的人拢转来，吼、哦，拄啊有提起，吼、哦。啊，1991年呢，有一挂100行动联名，吼、哦，遮种种的代志，1996。啊，李登辉变作第一任吼、哦、民选的这个总统吼、哦，啊，2000年呢哈啊变啊出来选哦，选赢呢真无简单呢吼、哦，选赢了呢，伊嘛想讲啊，都台湾都是正名运动啊吼、哦，台湾改一个名啊，写一个宪法啊，都会当独立吧？啊，其实唔是吼。哦台湾建国毋是安尼来做诶吼，啊，结果证明伊无法度吼，啊，结果毋仅无法度，伊阁互国民党拍来乌落吼，即摆还阁咧关吼，啊，毋仅咧关，阁用一寡有诶无诶药啊互食吼，食到安尼戆神戆神吼，所以嘛真夭寿咧吼。啊，拄拄好讲起2006年即个林志升。啊，控告美国的这案件哈，啊，我是感觉 Richard Hutto 林志升先生顶吼，这个论述哈非常正确啊，所以这两位呢啊，将来的台湾历史呢也未该未记哈，啊，这个名安尼哈，啊，美国控告你的这个判决文哈。啊，拄拄也讲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2004年开始，哇，美国直直讲，你台湾也好，中华民国也好，啊，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。
所以咱爱真清楚，咱阿哥毋是一个国家吼。啊，即啊吼，拄拄啊拢有讲起啦吼，大概拢有较无过吼。啊，所以即马民政府的即个时代因应啦吼，咱爱将即个论述吼，爱继续讲，互佫较侪台湾人来了解吼，较目前。咱即马已经第26届吼，啊，即个学员训练过，嘛甲青冬的尔咧吼，青冬的甲伊的朋友伊的即个亲戚五十个讲讲咧吼，嘛要5000个啊，即人数啊佫少吼，所以咱继续将即个论述啊来讲，互台湾人了解吼，咱来深入去各乡镇吼。啊，去讲遮个代志，互较侪台湾人了解，较侪台湾人若了解吼，就会徛出来，啊，徛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力量吼，真大力量，改变咱的命运啦吼。啊，咱即马剩了6、7分的时间吼，我想留一个时间，互各位啊来看有啥物问题要交陪，要分享的吼。啊，我这个时间。啊，然后各位安尼吼，啊，以上是我的演讲啦吼，好，感谢大家。即马过无几分就会当食饭啊吼，啊，你有问题做你问吼，不管啥问题来请。即个问题真好，你讲马英九因即个国民党政权，无可能要交你啊！因的利益遐尼啊大吼，啊，伫台湾的即个财产遐尼啊多，哪有可能要拢交你？无可能吼，即爱经过一段的即个斗争啦吼，啊，要哪交你？即美国爱去动脑筋。因为伊是一个占领者吼，是美国伫1949年吼，给送来台湾的，所以这美国爱处理吼，啊，毋是伊要交予咱，是美国政府交予咱民政府吼，毋是马政府交予咱，啊，伊一定会抵抗啦吼，一定会抵抗，啊，抵抗变哪抵抗，伊嘛真可能是武装抵抗啊，吼。啊，即美国伊也来处理遮代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，你讲安怎？哦，转型正义遮代志，转型正义爱民政府来做，吼、哦，民政府来做着过去遮个罪状，爱一个一个，像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伫德国的纽伦堡。诶，即个审判，哦，即个战犯，吼、哦，即一个一个抓来判，吼、哦，该当处死的，该当即个判刑的，爱判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即个太平洋战争，真侪台湾人做日本兵，派去 Australia 啊，结果日本军抓迄个 Australia 战俘俘虏，吼、哦。政府掠去关，啊，关伫即个政府营吼，啊，台湾兵去顾啊，做管理员啊，结果战争了后呢，即管理员拢掠去判刑啊，真侪战后，即台湾兵无倒来呢，来关的关了才倒来呢，啊，判刑话关5年6年，吼、哦，甚至较歹稳的10年，嘛受过审判啊。所以，即个转型正义，即民政府一定爱做吼，即、哦、一定爱做。啊，阁有其他问题无？我来，请讲。
这个民政府是根据这个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吼、哦、啊，战争法就是讲国际上有战争，就是有这个占领的、甲占输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占领的人就占领占输人的领土，吼、哦，这是战争法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占领这个领土的时阵，根据战争法。你来承认这个民政府 （civilian government） 吼、哦，当地的人所形成的一个政府，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过渡时期一段时间，当地的人对占领的人无敌对的时阵吼、哦，慢慢呢就承认这个民政府呢代表。被占领这土地的一个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政府了，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透过这个政府呢，你才决定讲，你这个领土是要变成做一个国家，还是要属什么人？这个、领土才政府去决定，吼、哦。所以按照这个论述，这个、战争法是真有可能台湾来走这条路，吼、哦，应该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至于讲你要刺上这个物件吼，刺出蒋经国，这是一个信念啦吼、哦。我是讲信用，就会当和你的这个行动一个力量吼、哦。你要相信吼、哦，相信讲我安尼做对，我这个理想是对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来讲，民政府这论述正确对，咱就会站出来。哦、所以就是讲，这个认知啊，甲这个信仰，吼、哦，来加强咱的行动力，吼、哦，这是给咱力量的一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安尼还阁有无？阁剩下一分钟，来。是，我想这是要透过教育啦，吼、哦。咱知影日本时代，吼、哦，伫日本统治的时阵，出世这人的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因的教育，甲国民党来这人无同啊，吼、哦，这是教育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嘛是日本时代1936，日本时代出世的啊。迄当时我知影，咱的厝吼毋捌咧锁，出门嘛毋捌咧锁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国民党来了，哇，你无锁袂使啦，贼仔规大堆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是教育问题啊，所以民政府若成立接起来，啊，这个教育工作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定爱做吼、哦，啊，做甲真彻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贪污这个物件已经。哦，国民党污染啊，非常严重啦，吼、哦！你一时嘛无法度改啊，所以啊，透过教育这个经营，吼、哦，啊，甚至贪污啊、爱枪毙、爱啥吼，这根据法律的，吼、哦，咱民政府嘛爱定家己的法律出来，唔是讲我要甲你枪毙落去枪毙吼，嘛唔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我想咱的时间，吼、哦。嘛，已经到啊哈，所以我想今天到这哈，啊，感谢大家。今日，楼卡。